看还有什么节目？怎么都是爱爱的图片？哎，是两只公狮子。首先是尿液检查，请把东西装满。那这个一定要给它尿出来啦，我刚给它装那么满。嘿，有没有表面张力都出来了？多了其他东西，看一下是什么章节模式，辣辣的，好看一下而已。秘密呢？三针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不多攻击。这边是可以乱玩哈，装傻，看我够不够会装傻。今天你好，家庭好。令和，看到了吗？哈哈哈哈！蠢。せーの。一来就炸，这个要随便乱玩，最好就是能乱就乱。哎，他可以换一个脸呢，有够白痴。餐厅很美味，睡呀、啊，直接睡了啦，太好吃了啦，睡一波，哪有人在餐厅睡觉的、啊？这是太没礼貌了吧？我都不要给，你都不要吃，我看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过吗？会不会我不撒出来他就不给？不会，给都不给。巧言令色 ，OK， 真的很白痴。这个真的很好笑，直接面对他。哎干！我没接到，我怎么可以跳起来呢？是这样，不可以出去。这个楼梯关门了。他这样会结束吗？他是不是不让我结束？哦，他小，太怪了。为什么我一定要？为什么我不能？我一定要照顺序，是不是？有搬书啊，衣服那么轻，我当然要搬衣服啊。不要以为你是女人，我就会让你。恰当好处。啊，我就站这边呢、啊。为什么我一定要一左一右？还是日本的这个战法？反正你们都是用塞的，不是吗？
你们人全部都是用挤的。就坐在你身上，还要这样站站坐站坐，吃我屁，吃屁，那个人一定尬，妈的，为什么有人要坐我身上？我看还有什么节目？怎么都是爱爱的图片？哎、欸，是两只公狮子。哎、欸，干，我转错了，我怎么要转这个？靠呗，在搞鸡的狮子。哎、欸，好重，抬不起来。不要一直推眼镜，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哎呀，傻小，看到没有？看走眼，最近的烟台，不错。我怎么那么多副眼镜？哈哈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恰到好处。哎、欸，他哭了、欸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，我帮他搬衣服吗？如果搭下一班呢、啊？那、啊、我就比较胖，不能走楼梯。回答出两滴，对还是错？错。最日本的最高的山的，啊、干我地理不好。再见，我们要跟你们玩的，我们战士，看超尬。看，看到爆，打量一下，还要这样，看这里，想象一下这里是什么颜色，这个，还有这里，还是这样，给我关，哎，夹到人。搞笑的程度啊，在勉强哦。真希望我有脚踏车。叮叮不要再哭了，给我自己加油，我不会让你。哈哈，没有脚踏车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跟赌空气是玩的是一样的？别放手！啊，绝对不要放手！已经没有要回来的意思，好好笑。哎、欸，他明明就会骑，这个时候还赶过来，干倒了啦！很多隐藏的那个动画，我肚子不饿，我不吃。你想吃吗？
我没有想吃。等你长高一点再说。我胃痛。有人在大便。来不及了，先打。就是其实这个就是道德绑架，为什么我一定要上最后一间？为什么我不能上这？有就上嘛，我为什么一定要上最后一间？来进来进来，刚一直说我不行。二楼，他真的哎，他真的，他是陷阱题，靠呗。恰到好处，为什么有大便？哪里来的大便？最近同事订婚了。哎，哦，坐到女方了，坐到女方区。哎，干，我没接到，他是不是固定在右边？就很难接、欸。哎呀！靠北！蠢！一直打人家的头，光头王是吧？光头王！这一关。一开始就跑，什么都还没准备好，要睡着了。可以再往后吗？那个人完全没有任何反应。车子有这么小台？勉强可以。看你们一起来看夜景，这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哦哦，看夜景一定要这样接吻吗？很浪漫吧？我们一起淋雨。吻了。现在很热，可以往下吗？哎、欸，撞到他的头！什么东西？啊，女朋友湿了啦！哦，真是直男，想娶我女儿，先过我这一关。我要一的那瞬间，突然，请你把女儿嫁给我，免谈。怎样？讲话啊！你要干嘛？讲话、啊！你是个灰，不会讲话是不是？我想要上厕所，告诉我一声。首先是尿液检查，平板容器装满。那这个一定要给他尿出来啦，我刚给他装那么满。嘿，有没有表面张力都出来了？尿的表面张力。恰到好处，哎、欸，我一直在恰到好处，我蛮不会读空气的。你只要考零分，就代表你全部都会。我会不会来来来，难道读书比这很跳？滚！滚！滚！不可以！不可以！去后面！他好惨啊！哎、欸。
干，我没买到，我跟他重叠是什么意思？搭电车。不想站着，我要看风景。你一开作弊，这里辟邪狂煞好玩。你为什么车子开那么大还按我喇叭啊？你说啊，你现在怎样？我可以当碰瓷的吗？不行。你看，诈领包现金啊！我都不要摇会怎样？他应该就直接结束吧？哦，我真的要动手哎、欸！他真的是体感哎、欸！我不想摇。好，最后十关了吧？应该也是只有50关，勉强可以。啊，怎么是这个金刚战士的女朋友？哦，对不起，拍一下，智障。暑假来了，准备放暑假。拒绝，不可以，上司不可以。你他妈的，休什么假？不可以，尤其是六日，你就给我来礼拜，全部都给我上班。他没有碰到，好烂啊！这月亮真的是不会看空气，不会读空气。我要看那个他遇到那个人类会不会？啊！你是谁？小婴儿、我突然会走路了。真的是小朋友是这样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们在下面留言一下好不好？我学会走路了，我知道自己会了。录到了。这样是录到吗？这样是有录到吗？差强人意，我都太会读空气了，是不是？白雪公主，起来，起来！哦，我可以躲开。不要。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起来！我不想！我不要！不要！然后你3201元。哦，你朋友是不是啊、哦？我先给你，我要给那个人的手，他不让我过去。三的战队第二章，接招吧，我们必杀技攻击、就结束。我肚子痛，我站不起来。他真的站不起来了，一下就输了，
一点都不好看的战队，怪兽太废。一寸变大，变大，变大，再大一点，大到像素都有点问题。好大哦，他跟我的，我跟他的鞋子一样大。负责装饰彩球的人是我，彩球打开哦，看，请大家耐心，一开始就开，超烂，恰到好处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、欸，哇靠，超满的哎、欸，人人争抢的短篇小说。大师耍笨太超过了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，还不错，都是不错我的评价超，我超不会读空气的，太棒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接下来就是第三季了。